你要用那个奥斯卡，你去吃你的。后来那个窗户怎么开那么大？他自己开，他自己开的。但是我们没有锁。我看他怎么，他不要吃龙龙。哎，假玩的，假玩的，芒果啊，那颗那颗给你，那颗给你，那颗是我的芒果呢。但至少你可能要叫他换一下床单。เขาไม่กล้าไล่เขาออกฮะด้วยหลังผมไม่เอาอ๋อด้วยหลังโอ้เขา吃得好高兴是他把我的芒果吃掉了怎么可以这样他吃掉我的芒果了他吃得好快还乱吐了他都塞到他的那个啦他的那个他的下巴把那个门打开，把联络柜台，门打开，那个不信，他乱吐啊！他乱吐，哎，他都塞到他的那个啦，他的那个，他的下巴，把你把那个门打开嘛，老爸，老爸，你要不要先把门打开了？我知道，那我说你要不要先把门打开，让人。他攻击的话，可以先到厕所把门关起来。对，这不是啦，我是防备他攻击的。我知道，那我说你要不要先把门打开，让人家可以进来。那你那点门呐，那点门让人出去，让人。那你点门呐，那点门让人出去，让人可以进来帮忙。就是他要。对。他大概要走了。他受不了，他受不了。人家杯子水是人家拿来喝水的，受不了，受不了。啊，等一下，我靠！我知道了，难怪人家说印度不是有很多庙，很多猴子常常会那个。哎，你也太夸张了啦！太饿了。哎，你去蛮坏的。佩仪，你离远一点。不要离那么近。他有东西吃，他不会，伤害我。哦，哎，这样子太夸张。那个是马上他有人。哎，哇，不干呢。那会不会把杯子弄破？欸、你太，你也太夸张。看一下状况，他只是看一下状况。手机不敢开，你要小心一点。来，来，没了没了，你就卖插鱼就好啊。没了啦，没了啦，不然你拿苹果走啊。
对，要锁起来，对，不然他会叫朋友来。对对对，有好料哎！是说他居然在吃上面大便哦，居然还大便，哇呀，你这样子真的不行。他有大便没有？猴子会攻击的，很危险。好了，该走了，该走。好了，那个带走了，那个把苹果带走。他还蛮喜欢吃雷的。到底什么是好吃？芒果的比较吃多吗？哦，苹果。他走了。哦。他带一串走了。拜了。来了，直接回家。